这是西320上端信号波形。这是 CN1 升压板输入插座。这是逆电板 CN1 插排一角信号波形。这是 CN1 插排二角信号波形。这是 CN1 插排三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插排四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插排五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插排六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插排七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视频输出插座。这是CN3一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二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三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四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五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六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七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八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九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死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十一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十二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十三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3十四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2视频输出插座。这是CN12
一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三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四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五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六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七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八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九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一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二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三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四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五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六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七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八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十九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一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二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三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四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五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六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七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八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二十九角信号波形。这是西恩十二三十角信号波形。这是典型的视频输出故障。
这是典型的视频输出故障。这是CN10升压板控制输出插座。这是CN10一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0二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0三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0四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0五角信号波形。这是CN10六角信号波形。这是 ACER LA1716 型17英寸液晶显示器。拆卸时要首先拆下底座，这是底座，捏下防护罩，拧下这四个螺钉，这时可以取下底座，拆下这四个螺钉，再拆一下这个螺钉，这时可以取下后盖，
拧下这两个螺钉，再拧掉这两个螺钉，这时可以拿下电源防护罩。这是控制电路板，这是主机芯电路板，这是电源电路和升压电路板。再拧下这三个螺钉，拔下电源插头，再拔下升压输出插头，拔下与主板连接插头，捏住塑料别签儿，这时可以取下电源板。拧下这三个螺钉，拔下排线，再拔下这个插头，这时可以取下主板电路，这是液晶和主件。取下前面外壳，拧下这四个螺钉，
这时可以取下液晶盒背面板，这是液晶盒，再拧下这两个螺钉。